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R TV。 今天要来介绍一部最新定档的古装剧《娘娘今日不上朝》，会员将于2月23日，非会员将于3月2日在腾讯首播。故事上除了甜宠还非常的搞笑，讲述了现代少女顾谨言意外穿越到了古代，一朝飞上枝头变凤凰，成为了人人艳羡的皇后娘娘。然而皇后的日子还没过多久，竟因突如其来的天雷导致顾谨言和皇帝南宫爵互换了灵魂，顾谨言摇身一变直接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皇帝。起初顾谨言以为拥有了皇帝的身体就可以肆无忌惮，为了气一气这个傲娇皇帝南宫爵，不惜亲自到太后那里招认自己过去的冷血恶行，而旁边真正的南宫爵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。然而开心了没多久，顾谨言就发现了自己的难题，不仅对劈折子一窍不通，就连笔记也不会模仿。为了不让别人发现穿帮而小命不保，顾谨言不得不向南宫爵服软。然而正当两人在相互利用的过程中对彼此有了不一样的感觉时，一场更大的阴谋正逐渐浮出水面。娘娘今日不上朝，会员2月23日首播，非会员3月2日首播，记得订阅我们哟。